羔羊配得。我又听见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和海里一切受造之物，以及其中的万有，都说：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力都归于坐宝座的那一位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又听见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和海里一切受造之物，以及其中的万有，都说：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力都归于坐宝座的那一位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